注意一下，安康做沙西米可以有吗？借生走一样做沙西米，借生走一样做沙西米。哪个小妹进来？我爸红黄柳柳呀，两个两给你啊。好，小妹进来，我爸花500块。来，我这个有。今仔日几只哦？5000，臭屎！啊，家己搭倒来只，所以我定爱帮恁切的。我这几只哦，无切伊买袂落，收大只，恁袂晓处理啊？哦，起不过，漂漂亮，来，两个人客，500好先买起来，安家500，最后两个人好不好？500块，两个人客500好安好？哎，肥婆，今天让你看到这么多杀那么多鱼，哦，对啊，你要请吃饭啊。来，我先要进来，我爸吼，上过两样对，记得这个很贵，那个台啊，因为拿的更脆啊，因为拿的更脆啊，我用的材料料啊，这样不一样，用高价嘛。8点30元什么人来呀？安干嘛哦？来，下面请，小妹两个，500好。小妹两个干么？500好。那我老安好。安干。我切了。那个很难切啊。来，两个两斤，500。而且你要切的每一块都很平均，要稍微。看一下，两个两个，500。来，500，来500，500。麦头，哦，上过一个500。都没。片上过一个500，后面，上过一个安干500啦，这生得好啊喽。这要做沙西米的呢，妹妹你相信我，这做好起来，这花一斤300几块的呢，安干。来，扛得到，扛得到，你干咩？来，挂这些，挂这些啊，来。哇，这个又老。来，妹妹，刚才买过，今天又买，刚才又买。来，黑更来，黑更阿婆啊，刚存无偌济啊，我你买真重，你买十块。来，黑更哦。来，个姜汁吧。来，姜汁。啊，卤白你要出吗？来，卤白来噻。好，卤白新传哦。啊。我见啊，有啦，还是侪人啊啦。啊，你坐人啊，无你要换坐人。来，够。好，叫我落来。今天很闷啊，今天是闷。走吧，姐。最后两个客人没有了，泡大姐了，给他配两份啊。哇，你有买过吗？啊，我加两个。哎呀，加两个呀，那我。我加两个。好啊。一个黑更啊，是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来了，我来。来，丁，帮我装一下。来，我加点嫩煎。嫩煎牛排。等一下再拿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油花。靠背，干一条，一条好的买货。干一条。妹妹少一条，我下礼拜补你。跟涛涛也给一条而已啊。来，下来一样。来，那煎下不下？过一下吧。啊，减低吧，减低吧。OK, OK, 啊，过一下吧，多加过一下吧，对，过一下吧。好，加个减低吧。好来。来，那煎。来，那煎下不下？这个方便煮吗？对啊，红条都买过来啊，好吃啊、哦。那边那就我先给你讲、哦。跟那个红色盘子一样。这个一定会比牛要牛花两还贵，因为这个看得出来比较大只啊。哦，看得出来比较大只。哦，它一点比较大只。
身怀惧。你怎么办呢？我本来想要真的要来买哦。这支哦，我真的卖了有够好，现在好吃，都无骨头。你卖看这支好吃哦。你们有想起来他昨天的留言？你给他强炸一支，强炸两支。这两天我连卖三百到四百包吧，这支够哩，那这支够哩。你给他强炸四支鸡腿。完全无骨头大鸡的，特别真正的香，真个多多人煮咖喱嘛好食。一个带四只，两把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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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鸡的哦。啊，一鸡啊，两鸡啊，三鸡啊，四鸡啊，两把肉，两百块两把肉。我叫三个。啊，一鸡啊，两鸡啊，三鸡啊，四鸡啊，两把肉，两百块。我叫两个呀。两把肉，两百块，再点鸡腿，我先买起来两百哦。啊，一鸡啊，两鸡啊，三鸡啊，四鸡啊，两把肉。啊，一鸡啊，两鸡啊，三鸡啊，四鸡啊，我先买起来两把肉。我叫高五，差两个，差三个。两把肉，两百块。那我多少？好，加个两个，两百块。好，加个差三个啊！我加两个啊！这前方那边就可以了，没关系。好，加个差四个啊！八大姐，我结单了啊！好，来姐姐，你最后一个等一下。你我被倒啊！还是我来捞。来，姐拿一千的。给我来捞。谢谢。来，贵油的贵油。我加个四个。我靠！应该嘟嘟好了。好，姐姐，等一下，没关系。秒杀，整箱秒杀。这边很会买。哎，这边三位。这边吗？要看起来哦。哎，我刚看起来哦。还在好不？旁边那个，他就一直发出那种牙齿的声音，听得有点耳朵有点不舒服。哎，你刚还跑回来？你刚还刚跑回来？有没有从别的地方来的？有，台中。台中有啊，阿我小姐，我还包回来无？你们买台南不台的，我们买高丽来哦。好来，来注意听，你今日咸猪排人家帮我介绍，这我咸料白料有够济啊，有够好吃。外口歹势头前，我今日一搭咧行，这条上要开偌济？开两百。啊，你今咸早两条，咸早两条，咸早三条，来什么价？三百了，来，我讲。这条我送你，强炸四条都给他，三百了，三百块。来，三百。咸猪排什么价？三百我三百。好，不要客气。来一条哩，两条哩，三条哩，来四条哩，什么价？三百我三百。好肉。来一条哩，两条哩，三条哩，四条哩，我什么价？三百了。来咸猪排。来我什么价？三百我三百。然后这条咸猪排三百我三百，四条三百块还要吃吗？咸猪肉三百哦，三百。三百拢有啊吼，来妹妹来，头前我一条三百哦，四条我什么价？咸猪排三百哦，妹妹较大条嘞。这大条一条要几十块啦，我先要吃三百块，300，两条哩，三条哩，那这三条300你买有啊？这条五哩，我先要吃300了。来300块要吃咸猪肉啦，来嘛，我来弄，麦香鬼，麦菜鬼，怎么真鬼啊？十块买来，我先要吃100了，150来，150了，150。来150，就搞个7000，搞个7000，来150，来150了，150。然后先要吃150了，150，百五。然后下面进来八五了，150，到了7000，过下面进来两条，150，两条，过下面进来八五了，150，我还剩下五个下面进来八五了，150，来八五下面进来150，然后下面点地吧，八五了，150，来前两条，过下面进来八五了，然后下面进来八五了，150。拢有啊吼，来，咱我收起来，啊，不是有迄买鱼头嘛，来买鱼头啊，来，你来买鱼头啊，可遇不可求，这个一定要买，一箱尔，专公司加进。一箱呀，就一箱而已。头家叫起来呗，边这个那边叫啥？鲶鱼头，鲶鱼啊。来，刚才在讲的，有钱才买，无钱买只这样吼。啊，你注意听好哦，只要当个漂亮，个咩，当个真当个憨当个吹当个住，哦，精彩住。哦，我要求啊，大家嘞，大颗的。好热啊，今天好闷啊。大颗的，注意听哦，这我靠千斤的啊，我靠千斤，我靠无得买有哦。你今日来买鲶鱼头，这个鲶鱼头叫啥？这边有写。免疫好我没说好，但是我有的阿三就过来来给你做问你有什么免疫头哦，你今天要免疫的这个免疫最简单的两个煮汤，两个煮汤就好。来，你今天讲到就是来什么要免疫头的500块，你不想要吃免疫头的500块，你刚才这两个我煮的超过500，来什么进来500500块免疫头，来什么进来500块，不要，应该是修你啊！以我的认知，应该只有一箱而已。没关系啊，我今天这一箱便宜给你们吃啊。哦，他今天只有一箱而已，试卖啊。我堂弟叫他站出来气卖啊。你给他讲价多少？讲价两瓶哦。这个猪汤，这个汤，郭靖喝下，免你不来拍起来。他这样来讲，有钱才变多钱，变这个这样。我这两个给你啊，来啊，这两个给你啊。讲价三瓶，免你头。强炸三瓶哦，妹妹你注意听哦，
这三瓶花500，一瓶剩偌济，一瓶免咱看这无啥。免伊是比贵较贵哦，免伊是比贵较贵哦。一个带三边，这三瓶花500，一瓶剩百几块，多多元介绍。一两三四五六七八八人个，妹妹，一瓶四个人个，了钱包所有卖记介绍，200块，200块免伊头先买起来200块。来姐，要收啊！一瓶免几十块，你都唔敢买啊？我行了，太笑了，喂！真正了钱啊！我了袂咧，真正了钱很少，妹妹我好多啊，246，人个。200块好，我现在进来200块，来，下班啊，下一个好的啊，下一个海底鱼啊，海底鱼好啊，来，下一个好的啊，下面我先来讲一下哦，足久无卖啊，你顶进前我搞买过这只三个啊，抓手，我买过粉炒三个啊，抓手，我买过这只抓手，三个啊，三牙鱼。来讲海里的黄鱼，海里的黄鱼，但是我先来讲伊的正名的黄鱼叫做三爷啊。外口一斤偌济，一斤300几块要400，正海的哦，这边饲的哦，好饲。